五年盛开，飞向美好未来，耶、yeah!先生们，欢迎乘坐中国南方航空 CZ3520 航班前往广州。暮年盛开，飞向美好未来。英雄花开英雄城，在这装饰一新的课堂当中，我们诚挚地邀请在座的每一位旅客朋友们参加暮年盛开诗记迎春活动，奔赴广州城边暮梅花，花开十丈牡丹峡的广东，感受诗和节气的相互成就所绽放出的文化光芒。中国南方航空始终伴随您尽享季节交替中的美好时光。木棉花呢，不仅是广州市的市花，也是南航的品牌标识。那个孙悦来了一场飞花令，对不对？飞花令今天在春晚上也特别火。其实中国古人啊，在茶余饭后吃完饭喝完酒，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会玩这种小游戏，飞花令是非常经典的游戏。美好未来，我们在广州等您。